把玩具丢掉了，不然你跟他道歉。小朋友发脾气乱丢玩具，哇哇大哭，妈妈好无奈。平常温驯的孩子脾气如果180度大转变，父母就要留意。台中一位1岁3个月大的女童，她出生后从未生病，爱笑爱说话，却意外确诊高烧39度，长达3天。经过治疗痊愈，但性情却大变。妈妈说，孩子的词汇量锐减，脾气暴躁易怒，常常乱丢东西，动不动就尖叫。温驯的孩子变暴躁小怪兽，妈妈一度怀疑是不是高烧烧坏了脑袋，就医才发现是长新冠在作祟。那科医师他讲说脑雾，就注意力没办法集中啊，在心脏可能会心肌比较无力啊。好，就是本身他也是处于一种发炎反应啊。另外还有5个月大的男婴，他5月中旬被哥哥传染后确诊，发烧1天就恢复正常，没想到却在7月13号猝死。家属相验发现男婴的肺部有白点，怀疑是新冠病毒引起的 Miss C。新冠本身它引起的是免疫反应或类免疫反应这样子的表现，所以它很少产生猝死。如果猝死的话，大部分还是心血管本身的疾病。小小孩确诊难以用言语表达，状况很难捉摸，家长还是不能大意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